炎炎夏日遇到周末假期，不知道去哪里吗？双连中山捷运站独特廊道、新中山爵士广场，台北市假日热门打卡点，市集业者每每聚集，就是要来增添城市亮点。双连站、中山站这一带已经变成，不管是年轻人，或是来到台北观光，这国际观光客非常非常爱来的地方，这都是因为从我们捷运的廊带所形成的一个商圈。假日走走消暑之余，还冰凉微醺。二到四号，新中山爵士广场啤酒节开跑。一回七月，中山商圈团灭危机阴霾，捷运串联生活文化新品味。主办单位号召多家业者进驻 ，live 音乐会、文创市集、互动游戏，样样来，还有免费好康。这个地方串接起来了以后，可以让很多的家长到礼拜六、礼拜天，有时候没地方去，那就到那边走一走。这个是德国的。The thing is special because I come from a very small family and imported in Taiwan.特别滋味就要让你乐在其中。周末假期小确幸，来趟啤酒节消暑一下。新唐人亚太电视陈千里、林玉雄，台湾台北报道。